红灯笼上写下祝福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为年货大街开市，不仅邀请到泸州神将前来加持，麻辣人气 Vicky 也现身站台，因为这次的年货大街真的非常好康，100家知名的商店有限定的商品下杀5折，等于是买一送一，以及买1000块就可以有抽奖。总共100个摊位，从年菜到手工艺品，通通都有。挂满红灯笼的祈福墙，也让整个大街充满了复古元素。为了让民众能够在新的一年财运满满，侯友宜也特别发放限量的招财钱木。招财木在我们的庙宇有祈过、祈福过，我们希望拿到招财木，今年的钱完全数就数不完。迎接春节，新北年货大街人潮不断，不仅让民众享受年味抢好康，也让商家们荷包满满过新年。记者钱文和林玉婷新北报道。